林先生网络上订购了魔布到货，他满心期待，拆开来擦拭爱车，但不擦还好，一擦满肚子气，没吸水力可言，纤维还刮伤口漆，到脸书上留负评却被封锁。他怀疑业者骗很大，红酒渍魔布一抹干净溜溜，号称吸水力比一般抹布强七倍以上。结果买了一组八条膜布，擦了完全无感。什么吸水，可能普通水拢切不落来。很多人都说，我们包括我们车友都说，都去买都被骗啊。嗯，这根本都没有效果啊。让我担得好啊。实际拿林先生买的膜布擦汽车，左边是膜布，右边是一般的膜布，擦拭过后都会有水痕，吸水之后拧干扭一扭，也没像广告影片那样流出一堆水。他现在又打着德国膜布的公司的称号，这样子继续在使用。很多人就是我周遭很多朋友都买，他都是蛮多都是蛮抱怨的啊，不晓得是到底是因为原厂布就这么糟糕，还是说全部都是冒仿的。投诉的民众怀疑买到盗版货，他试图联系卖家，对方却换了账号，号称德国膜布却没效果，现在他只能自认倒霉，直呼下次要在网络上购物得多想想，才不会出现争议，却又找不到人来负责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